我叫静回清，我现在住在中宁县大寨场镇红堡村，我是一名农民，我2000年从固原山区搬到这儿。那时候下来这大寨场一片黄沙滩，做饭学吃饭着，吃完饭外地都还等下啥子人。那时候那日子也挺困难的，听别人说这种枸杞子比这种粮食收好点子，我就摘了几亩枸杞子，还种的果园。今年还吊着再出去打个工，今年下来还能收入个7-8万。在进摘枸杞，选摘枸杞就选尝家乡的枸杞熟了。就种的枸杞子嘛，一年到下来这个枸杞子熟了，看着就有收入的希望了。尝着感觉，尝着就像这个生活慢慢过得越来越好了。感觉人也挺幸福的，还好开心。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。